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，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虎虎生威，虎年大吉。我要用我的歌声带你跨越音域，穿越时光，让我们一起重游神秘的丝绸之路，跃动新丝路，共庆中国年。陕西卫视2月1日大年初一晚7:30，我在丝路筑梦和美与共2022丝路春晚等你，一定要来哦。